众所周知，眼药水是不能共用的，但是哥哥听到弟弟眼药用时毫不犹豫地就递过去，并且再三确认弟弟能不能用这一款。开服魔洞休息补妆时，两个人也都前后用过红色的眼药水。然而他不夜天时，众所周知，这场是哥哥的重场戏，大型飙泪现场导致哥哥眼角膜发炎。注意看哥哥的手哦，感觉到师姐是真的要拿过去后，哥哥的手明显往回缩了一下。这句等会吧说的就很妙。然后哥哥把眼药水攥在手心，战术性整理衣服，完了紧接着就放进了衣服里。快看师姐的表情，看看被收起来的眼药水，再看看哥哥，然后哥哥就溜了。未见你愿再苦等千年，伤心的上面队的够了吗？够了够了，来往左边，左边那边走。望你如花千年，浪费千年与你相伴，少一秒都不圆满。你不铭刻了那句誓言，不变浪费千年与你相伴，瞬间也能千年与你相伴，少一秒都不圆满。灵魂铭刻了那句誓言，不变轮回。千年与你相伴，瞬间也能是永远。用一生兑现那句誓言，炽若初见。感谢鬼佛，太不容易了，太不容易了。